好，我是 Simon。我的 YouTube 频道呢，现在大概有960位订阅者，我还差一个35位订阅者，就达标1000位订阅者。因为 YouTube 的最低呢，就是有两个限制，一就是它要达标是1000位订阅者，第二个就是要达标这个4000个小时，就是在 YouTube 全的这个频道。要达标这两个4000个小时我已经达标了，那么呢我还差这个35位订阅者，说如果你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麻烦你帮忙一下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让我能够YouTube 频道能够获利，也感谢你好吗？谢谢你，你好，我是Simon。